喜欢看电影的观众朋友们，11月初呢，洛杉矶台湾书院将带来10部优质的台湾影片，包括了剧情长片、纪录片以及短片，而现在已经可以在网站上头看到播出的时间跟地点，这是欣赏台湾影片的好时机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洛杉矶台湾书院将于11月4号到6号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举办台湾电影橱窗活动，十部精选片单包括了《只要我长大》、《菜鸟》、《失控谎言》、《爱的彼端》、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、《风儿踢踏踩》、《禁止下毛》、《阿尼》、《铜板少年》、《一念》共十部电影。主办单位将举办映后分享会，欢迎上网查询播出地点、时刻表以及影片介绍。